肥嘢嘛？陈三元老师是中华开封培英武术会台湾分会会长，剑道教室旗段兼理事。他是神龙八式双截棍剑法的创始者，少林第31代弟子，其儿子陈义志亦是陈三元，亦是长习陈三元之功夫，目前为剑道武道。他25年来，他一直代表台湾团呢，到河南电视台接受颁奖，最高荣誉武术奖章。由于本节目等一下要对档，所以呢，下一。